他不是要进位上君，他是要化身。所有人都被他欺骗了。大泽神有危险，召集众仙，去大泽山。 可惜了这钟灵毓秀的万年仙山门派。大泽山先买一回，再无禁制，能阻止主人夺得火皇玉了。哼！先主，今日你我二人要为大泽山断后。好。 青云，快带弟子们从结界里撤！师尊，弟子不走。弟子不走。走。大泽山在，弟子在。弟子们誓死保卫大泽山。叶少殿下。 此乃我大泽山之劫，与殿下无关，还请殿下速速离开。不行，我不能走。今日必须有人活着出去，将魔族卷土重来一事告知三界，早做防范。掌教，叶少殿下，在下还有一步情之请。 请将我门下最年幼的弟子青衣带出去。
众弟子听令，！大泽山这些不怕死的，竟敢毁了我的魔君！哼，怎么难受了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
那些人照顾过你，我下手应该轻些才是。放心，等本尊用完了你，自然会让你去陪他们。 仙界的人应该快到了吧？一个蓝峰挑不起仙妖大战，再加上一个大泽山，分量够了吧？本尊筹谋了百年，天下大乱的日子终于来了，一个也别想活！ 突然觉得心中很痛。